喂，爵爷，嚟，请。喂，爵爷，请。黄爷，我喺京城嘅时候，成日听人讲话，王爷想造反。但以我今日见一见王爷之后，我知道全部人讲嘅嘢都系流言嚟嘅。喂，爵爷明鉴。 你啲说话绝不可信。咁咪就系咯，王爷想造反，无非都系想做皇帝啫嘛。但以我愚见啊，皇宫都擒上平西王府咁华丽，就算皇上着嘅衫啊，都冇王爷咁矜贵，皇上食嘅嘢更加冇平西王府咁讲究添。你做平西王好过做皇帝啦，又使乜造反先得噶？王爷唔使惊。 翻到京城一定同皇上讲，我平西王做王爷做得好开心，就算俾个皇帝做啊，佢都冇兴趣，所以一定会造反。<笑><笑>其实皇上英明人厚，励精图治，就算连古圣贤都有所不及。小王一向敬仰皇上接见嘅美德，从来都唔敢浪费。不过呢一次。 皇恩浩荡，公主来归。小王要尽地主之谊款待公主同埋韦爵爷你。小王保证，公主大婚之后一定会大大节省。哎，王爷，你咁讲就唔啱啦。计我话咧，应该花钗花钗，有钱而可以乱花通，咁先至开心噶嘛。你系堂堂一个王爷，有钱唔使，你做咩王爷至得噶？不如如果你担心一时间使唔使钱，唔使怕。 我出嚟帮你使咁啲啊！好，韦爵爷真系化完化完，小王喜欢结交你呢个朋友。嚟，大家敬韦爵爷一杯。花钗花钗，花钗花钗，花钗花钗。韦爵爷，小王就送到呢度啦。哇！只老鬼真系快手啊，咁快就嚟花钗花钗啦。韦爵爷。 呢度少少碎银，如果唔介意，当零钱用住先啦。父王话你回京嘅时候咧，我哋会另有意思，以酬谢韦爵爷嘅辛劳嘅。咁点系啊？真系啊，系啦。父王话下个月初四日咧就黄道吉日，离婚戒喜事，唔知韦爵爷嘅意思点啊？咁快？我咪将个丰收公主双手送俾你小乌龟。吓、啊？太快？ 公主大婚啊，非同小可，绝对唔可以马虎嘅。初四就比较仓促咗啲喎。咁韦爵爷嘅意思系啊，系啊，系啦，我嚟咗咁耐都唔多结杨大哥嘅。早两日父王派个出外公干，而家仲未翻到嚟。啊，去边啊？几时翻啊？佢咗西藏啊，路途遥远，我谂你今次见唔到佢噶啦。又会咁巧噶？系啊。 咁公主个婚期，韦爵爷你嘅意思？你等我翻去请示下公主先啦，都要睇佢同唔同意噶嘛。系嘅，时候都唔早啦，我都唔阻韦爵爷你休息啦。小王告辞先。请。哇，李阿爷啊，呢啲叫做碎银啊，等几时花钗晒两老乌龟身家先。 真呢两只乌龟有啲古怪，我哋明知我同杨大哥咁好朋友，偏偏喺呢个时候派佢出去办事，一定有啲古怪。潘大哥到咗，参见嚣骑营副都统赐婚使韦子爵大人。得，我有件事，麻烦两位帮我办一办。 即系咩重要事情啊？我想你帮我揾一个人，佢喺金鼎门高手，又系吴三桂嘅亲信，亦都系我结拜兄弟，佢叫杨日之。喂，贝哥，你吓死啦！哎呀，而家吓死咗你，咁我咪即系谋杀亲夫咯。唉，我哋仲有心情喺度玩，你都未能阿父啊，下个月初四娶你过门喎。 系咩？咪由得佢咯。嚟啊！过嚟啊！咩啊？过嚟先咯。唔系啊嘛，就喺呢度。系啊。嚟啦！你睇。哇！你搞咩啊？一
樽二樽，又刀刀劍劍咁嘅。仲有啊！哇！哎呀，你又发咩癫啊？咩啫？呢度样样嘢都要嚟晒嗰只五眼熊只龟蛋噶。嗱，七星海棠、鹤顶红砒霜、刀刀剑剑毒蜘蛛，全部都染满晒毒药噶。正所谓剑剑，见血封喉。最弊你件件都埋身啦，我啲武功咁渣，未埋到九红身边啊，已经壮烈牺牲啦。咁唔系点喎？你又唔同我杀咗佢，我话就要嫁俾个红人出场噶啦。我唔制啊，我宁愿揽住你一齐死，我都唔嫁俾佢啊。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。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